雪球技能你真的会用吗？雪球作为强控技能，比起隐身和回溯这种保命技能，它的进攻性和控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关键时刻不仅能控制敌人，甚至还能挡住敌人的技能，比如落雷、变形术、惊吓箱、泡泡、炸弹子。但很多宝贝儿在使用雪球技能的时候，唯一难点就是命中率比较低，远距离攻击敌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零命中率，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关键的进攻性。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，雪球作为低重量的技能，咱们可以通过后续的道具来修改弹道，比如咸鱼、地雷、弹球，从而也就形成了组合技。虽然弹道能修改，但它移速慢这一点是致命的硬伤，再加上新手对修改弹道的手法不娴熟，所以往往需要提前预判或者连环控制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但这一点对萌新来说又不太现实。但你有试过咸鱼加滚动加雪球吗？在释放雪球的一瞬间，按下咸鱼和滚动就能实现瞬间加速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但难道这就是上限了吗？还记得前几期阿雄讲过的瞬爆技能吗？在抢到地雷之后跳起来，然后回拉方向盘，地雷放置在身前之后落地瞬间引爆。另外一种就是滚动瞬爆，弹仔面向屏幕开启滚动，地雷会直接放置在身前，也能瞬间引爆。那如果我们在引爆的一瞬间放出雪球技能呢？来看实战，记得艾特你的弹搭子来学习。